他一定不知道飞了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看到没？啊？哎，飞了吗？放了。不放。为什么不放？偷吃俺家樱桃。偷吃樱桃也放。不放。立马放，一定管他一天了啊！管他一天也没死，那我喂他的。你喂他，你是想剜他的？不是。不是，那你就给他放了。不。为什么不放？他偷吃俺家樱桃。那你还能不给人改过机会啊？奶奶没叫放。奶奶没叫放也得放，我叫放了。你说放有没有用？这是我。人家给你圈给圈里呢。这是我先看到，然后奶奶逮的。你看我还喂啥这么多嘞？他都吃了。我就想知道，人家给你圈个圈里呢。对呀、啊。我也给你关个笼子里。妈。还管？不管。小鸟它要飞向天空，放。不放啊！不放。放。不放。哎，放。不放。必须放进去。不放。好，放。不放。不放也得放。哎。放毛呀！跑了。放了。不放。它不是你的玩物，还懂？俺没玩它。你没玩它，那你给它放了呀？不放，那是我给你圈给笼子里，还管？不管。你要热爱小动物，哎，不是把你的小动物弄到你家来让你玩弄，还能听懂？能哎。哦，能放了吧？不放。能听懂怎么不放呢？它已经不会飞了。要会飞呢？要会飞，我再给你逮。逮不了，我给你外公买的给你鸟给你带来，你外公有鸟，不要了。昨天叫俺带来没带来的。对，如果放飞了，我下次有机会去呢。他让我带来，我就给带来给你。还有笼子，真的？真的。你飞吧，俺给你放出来哈，你以后别吃樱桃了哈。他一定不知道飞了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你知道？知道，你别接，那他怎么不飞跑呢？看到没？啊？哎，飞了吗？等下次你外公给俺就给带来啊。